美南新闻集团将于2月4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，在美南新闻大楼广场举办第21届国际农历新年圆游会，将搭配休斯顿超级杯百万观光人潮，号召各族裔社区参与，打造多元文化国际盛会。11号下午，筹备会在美南新闻召开内部会议，不少侨界领袖出席会议，主要讨论展摊、舞台表演和志工分配等进度更新。会议持续针对即将到来的圆游会做监督报告，并让在场参与的各族裔社团领袖都能够更新活动概况。参与会议的社区领袖包括休斯顿中华总商会会长孙铁汉、德州合统会会长邓润金、地产经纪刘岩、恒丰银行公关周明杰、 TV Houston 负责人 Sagita、 菲律宾商会 Leloy、 Art Venture Inc 傅小薇与 Kelly 傅等人。此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展摊进度，目前已有数十个展摊，筹备会大力欢迎各界踊跃参加。其他则更新交通分配等工作。筹备会表示，目前舞台表演节目已规划差不多，表演节目多元又丰富，精彩可期。另外，为在活动来临前暖场炒热气氛，将在1月26号下午5点至晚间8点与美南国际贸易中心举办 Kick Off Party 及 VIP Reception， 将在2月4号圆游会当天上午9点30分至10点半举行，邀请赞助商参加。对摊位购买有兴趣的人，一般展摊450元，实物展摊550元。详细资讯请至屏幕下方联系方式。